13。Nono 呢，今天下午哦，亲手煮的素食的蚵粿哦，还有素食的榴莲丸，还有素食的鳕鱼，还有素食的香菇丸，还有素食的火腿，都是要给我二姐哦，还有四哥哦，五哥他们吃哦，吃全素爱环保救地球哦，这个很好吃哦，这个是蚵粿，素食的蚵粿，然后这个是有素食的火腿，赞哦，好吃的哦，吃全素爱环保救地球哦，大家一起来吃素食，赞赞赞哦，吃全素爱环保救地球，这个都是诺诺煮的，超级好吃的素食，赞赞赞哦，赞的哦，素食哦，很好吃哦，大家一起来吃素食，素食的榴莲丸，这个非常的好吃哦，这个是素食，这里面包榴莲的，超级好吃，素食的哦，这个啊，素食的榴莲丸，超好吃的，吃全素爱环保救地球，诺诺吃全素已经28年了，然后我哥哥姐姐都吃素食。我们大家一起来吃素食，吃全素，爱环保，救地球，赞赞赞哦！诺诺也有煮高丽。